我们没有准备 Uncle， 这是我们最后一首歌。叫摆渡人啊！摆渡人，我的身材和他一样，但是我不会唱的歌啊。听说他有越来越大只的趋向，下次他出现的时候，他上台会嘎一颗伽马狼上来。差评，拜提供。好，开玩笑的。希望大家都是有爱的，就是多元成家。欢迎大家，这是我会害怕。对啊，如果我只是害怕说，如果开放了之后，其实大家要有爱。如果他领养的小朋友没有爱的话，也是很危险的。啊，就算没有这个多元成家，其实自己的小朋友也会受害。哎，这个社会真的是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要有爱啊，对啊，不管有没有这个法案，大家有爱就好，对。然后结婚其实真的只是证书而已，对啊，也有人为了财产而结婚的，对不对？谁？哈？谁？我没有讲，我身边没有这种朋友，好险。对啊。最喜欢挑。如果要讲，我现在最喜欢龙告小嘎。嗯，龙告小嘎。哦，是龙啊。嗯，你龙告小嘎。好。刚刚他拇指抽筋，我刚刚讲错话吗？我相信现世报这种东西。喝完了，三分钟。那我再问你一次，半寿之王。啊，不要了，我等一下再拿一杯给你喝了，好不好？我请你喝酒，你成年了吗？啊？你有没有十八啊？嗯，是有没有出示证件？是长度有没有十八？不是我，我这边十八。你今天带什么证件来？身份证？没有，我看健保卡了。啊，大头贴，先好大头贴。这里，好，我没什么钱可以去拍大头贴。好，大头贴不是一百，现在还有大头贴机哦。对啊，不是，他家买了一台放着的。哎、欸，潮哎、欸。好，好，大家请你喝饮料。这样讲好像，哎、欸，我对不起大家。大家。好。哎、欸。好，待会跟着我走，大家跟着我走，我带大家去吃草哈。我先趴着吃，然后大家跟着吃。对。在一边，我比我姐的人尔，大家只会吃草。好，开玩笑的。对，夏天。哎，冬天了，冬天那么热，要保持你们记得补充水分。对，这一首抒情的歌曲。这一首台中日和。我需要把这个音调回来。哎、欸，人呢？讲笑话，你跟隔壁聊天啊，干嘛、啊？也不想跟我讲话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你这样是低级，不能这样。大家聊聊天嘛，干嘛、啊、难亲近呢？等下来台中觉得干台中他妈都难亲近，那很累呢。哎、欸，你这聊起来了，听我讲话来。好了，好。说到难亲近哦，我想要讲一个故事。麦克讲啊，我们剩两分钟啦。好了好了。讲一下哈，就是。哎、欸，等下大大说没了呢，你。好好好。